拍照给我们家拍照干嘛？给你做广告啊。哦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读几年级啊？初一。初一对吧？嗯。玩滑板多久了？玩滑板两年多吧。两年多了。OK， 那今天呢是在家里，在老家拍这个视频。今天早上没有训练，但是有一个合作伙伴在这里开了一家健身房，我今天来看看这个健身房，顺便有可能的话，可能在这里训练一下。Right there， 太酷健身。欢迎来到太酷健身，朋友的朱总，太酷健身就是朱总开的，货推价。这应该我们公司好像也有，这个也有的。练臀神器。这个房间呢是太酷的瑜伽房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把我们的瑜伽的视频在这里播放，这样实现在线下也可以看我们，跟着我们的杨老师一起练瑜伽。你这里还有单车房啊？看一个，不管是饭店也好，健身房也好，质量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看它的更衣室或者是洗手间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完全智能化更衣室。啊，可以了。淋浴室。啊，我现在呢，我准备今天就在这里训练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待会儿去训练。这歌是谁选的？随机播放的，都是老歌，正好我都喜欢。现在刚才参观了一下健身房之后呢，现在我开始自己训练一会儿时间，今天训练不是很复杂，就简单的一些训练。这个跑步机位看出去正好是这个十字路口。再见了。也许这个可能是第一家我们 FitTime 极客运动线下合作点。我现在呢从健身房出来准备回家，听到这边音乐声比较大，我来看一看到底是在做什么。